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今日到场，同业大众，重复至诚，一心谛听。尔时佛在王舍城东南有一池水，屎尿污秽，进入其中，臭不可净。有一大虫，身此水中，身长数丈，无有手足，婉转低昂，观者数千。阿难往见，具以祈佛。佛与大众共一池所，大众念言：今日如来当为众会说从本末。佛告大众：唯为佛泥环后，时有塔寺，有500比丘经过寺中，寺主欢喜，请留供养，尽心供转，无有遗习。后有500商人入海采宝，环过塔寺，见500比丘精勤行道，并各发心，欣然共益。福田难遇，当设薄供，人舍一株，得500摩尼珠以及四主。四主后时生不善心，徒欲独取，不为设供。大众问言：古客施珠，应当设供。四主答言：是珠施我，若欲夺珠，粪可与如；若不识去，割如手足，投之粪坑。众念其痴，默然各去。原是罪恶，受此重生，后入地狱，又受众苦。佛在王舍城，又见一众生，其舌长大，铁钉钉舌，炽然火起，终日敬业，备受楚痛。目连问佛：此何罪报，今受此苦？佛答目连：此人习食，今作四主，喝骂屈遣客旧比丘，不与饮食，不同供养，已是因缘蛊惑思罪。又有众生身体长大，头上有祸，炽然火烧，满中羊童从四面出，贯其身上，乘虚而行，无有休息。目连问佛：此何等罪，今受此苦？佛答目连：此人习食，做事之事，弹乐诵游，不以分与诸客比丘，待客去后，乃分就住，已是因缘蛊惑思罪。又一众生炽然铁丸，从身上入，从身下出，乘虚而行，苦痛难忍。目连问佛：此何等罪，今受此苦？佛答目连：此人往昔作沙弥子，到众缘中，果子凄美，死入地狱，受无量苦，余业未尽，蛊惑思罪。又见大鱼一身百头，头头各异，堕他网中。世尊见已，入慈心三昧，乃唤此鱼，鱼即时应。世尊问言：汝母何在？答言：母在侧中坐虫。佛欲诸比丘：此大鱼者，迦摄佛时作三藏比丘，以恶口故，受多头报。其母尔时受其力养，已是因缘作侧中虫。佛言：得此报者，皆由众生恶口粗强，宣传彼此，斗乱两家，死入地狱，狱卒烧热铁壁，表里动翅，以落其舌，复烧铁钩，钩有三刃，利如锋芒，以断其舌，复以牛犁根破其舌，复烧铁杵，刺其咽中，数千万劫，罪必乃出，
生鸟兽中。佛言，若有众生论说君主、父母、师长其罪过世，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闻佛此言，大可怖畏，今善恶二途皎然可见，罪福果报地了无疑，唯应努力勤行忏悔。相与披荆俱见此事，若不努力小腹懈退，我今所作何由得办？譬如欠乏之人心住百味，于其积脑终无记忆，故知欲求圣妙法，欲度脱众生者，不可只在于心，即在心事，一字努力勤而行之。相与至心等于痛切，五体投地，为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、人道一切众生求哀忏悔，又为父母师长善恶之事，并及自身一切眷属求哀礼忏。若已作之罪，愿起除灭；未作之罪，不敢复作。仰愿世间大慈悲父，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提沙佛，南无明耀佛，南无持曼佛，南无功德明佛，南无释义佛，南无灯耀佛，南无兴盛佛，南无药师佛，南无善如佛，南无白毫佛，南无坚固佛，南无福威德佛，南无不可坏佛，南无德相佛，南无罗侯佛，南无众主佛，南无梵身佛，南无坚寂佛，南无不高佛，南无座明佛，南无大山佛，南无金刚佛，南无降众佛，南无无畏佛，南无珍宝佛，南无狮子翻菩萨，南无狮子座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、大智慧力、不思议力、无量自在力，度脱六道一切众生，灭除六道一切众苦，令诸众生皆得断除三途罪业，毕竟不复造五逆十恶，更堕三途。从今日去，舍苦报身，得净土身；舍苦报命，得智慧命；舍苦报身，得金刚身；舍恶去苦，得涅槃乐；念恶去苦，发菩提心。四等六度，常得现前；四遍六通，如意自在。勇猛精进，不休不息，乃至进修满十地行，复能度脱一切众生，出地狱第八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虽复万法差品，功用不一，至于明暗相形，为善与恶。与善则人天圣果，遂恶则三途俱报，二是劣势皎然悲虚，而于惑之者多起疑义，或言人天是妄造，地狱非真说，不知推因验果，不知验果寻因，即因果不分，各执是解，非但言空谈有，乃亦提篇造论，心乖甚善，未曾愚谬，涉使是会执故意坚，如是等人自投恶道，如涉见请堕在地狱，慈亲孝子不能相救，唯得前行入于火祸，身心摧碎，精神痛苦，当此之时悔复何及？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善恶相滋犹如影响，罪福异处素欲言待，性各明性，无错疑心，何谓地狱？今言三千大千世界，铁围两山，黑暗之间，谓之地狱。
铁城纵广1600万里，城中84000格，下以铁为地，上以铁为网，火烧此城，表里动赤，上火彻下，下火彻上，其名则有众合黑暗，刀轮剑林，铁戟刺林，铁网铁窟，铁丸坚石，炭坑烧林，虎狼叫唤，火汤炉炭，刀山剑树，火磨火尘，铜铸铁床，火车火轮，引铜吐火，大热大寒，拔舌定身，离根斩啄，刀兵屠猎，灰河废史，寒冰淤泥，鱼吃啼哭，龙芒鹰雅，铁钩铁嘴，富有大小泥犁阿鼻地狱。佛告阿难，云何名阿鼻地狱？阿者言无，鼻者言遮，阿者言无，鼻者言救，何言无遮无救？有阿者言无间，鼻者言无动。阿言即热，鼻言即恼，阿言不闲，鼻言不住，不闲不住，名阿鼻地狱。有阿言大焰，鼻言猛热，猛火入心，名阿鼻地狱。佛告阿难，阿鼻地狱纵广正等32万里，七重铁城，七层铁网，下18格，周匝七重，皆有刀林。七重城内富有剑林，下18格，隔84000重，于其四角有四大铜狗，其身长大16000里，眼如彻电，牙如剑树，齿如刀山，舌如铁刺，一切身毛皆出猛火，其烟臭恶，世间臭物无以为辟。又有18玉足，头如罗刹头，口如夜叉口，有64眼，眼散并铁丸，如10里车，钩牙上出，高160里，牙头火流，烧前铁车，令铁车轮一一轮网化为一翼火刀，锋刃剑戟皆从火焰中出，如是流火烧阿鼻城，令阿鼻城赤如熔铜。玉足头上有8牛头，一一牛头有18角，一一角头皆出火炬，火炬复化成18火网，火网复变作大刀轮，如车轮许，轮轮相刺，在火焰间满阿鼻狱。铜狗张口吐舌在地，舌如铁刺，舌出之时化无量舌，满阿鼻城。七重城内有7铁床，床头火涌，如沸涌泉，其铁流迸，满阿鼻城。阿鼻四门于门捆上有18斧，沸铜涌出，从门漫流，满阿鼻城。一一隔间有84000铁蟒大蛇，吐毒吐火，生满城内。其蛇啸吼，如天震雷，与大铁丸满阿鼻城。城中苦士81000，苦中苦者即在此城。又有500亿虫，虫84000嘴，嘴头火流，如雨而下，满阿鼻城。此虫下时，阿鼻猛火，其焰大炽，炽光火焰，照336万里。从阿鼻地狱上冲大海，卧礁山下，大海水滴如车轴许，成大铁尖，满阿鼻城。佛告阿难，若有众生杀父害母，骂入六亲，作是罪者，命中之时，铜狗张口化18车，状如金车，
宝盖在上，一切焰火化为玉女。罪人遥见，心生欢喜。我欲往中，我欲往中。风刀解身，寒极失身。宁得好火，在车上坐。燃火自爆，左是念已，即便命中。挥霍之间，已坐金车。故沾玉女，皆捉铁斧，斩截其身。身下火起，如旋火轮。譬如壮士屈身必倾，直堕阿鼻大地狱中。从于上阁如旋火轮，至下阁际身片阁内，铜狗大吼，颞骨扎髓，玉足罗刹捉大铁叉，叉头另起，片体火焰满阿鼻尘，铁网玉刀从毛孔入。化阎罗王，大声告斥：吃人欲种，汝在世时不孝父母，邪慢无道，汝今身处名阿鼻地狱，汝不知恩，无有惭愧，受此苦恼，为乐不也？左是于已，即灭不现。尔时狱卒不屈罪人，从于下阁乃至上阁，经历八万四千阁中，掠身而过，至铁网际，一日一夜而乃周遍阿鼻地狱。一日一夜，此阎浮提日月岁数六十小节，如是寿命近一大节。忤逆罪人，无惭无愧，造作忤逆。忤逆罪故，临命终时，十八风刀如铁火车，解截其身。以热逼故，变作誓言，得好色花清凉大树，余下游戏，不亦乐乎？作此念时，阿鼻地狱八万四千诸恶见临，化作宝树，花果茂盛，行列在前。大热火焰化为莲花，在彼树下，罪人见矣，我所愿者今已得果。作是雨时，急于暴雨，作莲花上，作以须臾，铁嘴蛛虫从火花起，穿骨入髓，彻心穿脑，攀树而上，一切见之，血肉彻骨，无量刀灵当上而下。火车炉炭十八苦事，一时来迎，此相现前，现坠地下，从下阁上，身如花夫，遍满下阁。从下阁起，火焰猛炽，至于上阁，至上阁已，身满其中，热恼极固，张眼吐舌。此人罪故，万亿熔铜，百千刀轮从空中下，投入足出，一切苦事过于上说百千万倍。据忤逆者，其人受罪足满五劫。复有众生破佛境界，虚实信施，诽谤邪见，不是因果，断学般若，毁十方佛，偷佛法物，起诸秽污，不清净行，不知惭愧，毁入所亲，遭众恶事。此人罪报临命终时，风刀解身，眼卧不定，如被杵踏，其心荒悦，发狂痴想，见己世宅男女大小，一切皆是不净之物，屎尿臭畜盈流于外。尔时罪人即作誓语：云何此处无好城郭，极好山林，始无游戏，乃处如此不净物间。作誓语已，玉足罗刹以大铁叉，擒阿鼻狱，及诸刀灵化作宝树及清凉池，火焰化作金叶莲花，诸铁嘴虫化为浮焰，地狱痛声如涌歌音。罪人闻已，如此好处
无当由衷，念以寻食作火莲花，诸铁嘴虫从生毛孔扎实其躯，百千铁轮从顶上入，横杀铁叉挑起眼睛，地狱铜狗化作百亿铁狗，尽分其身取心而食，耳耳之间身如铁花满十八格，一一花八万四千叶，一一叶头身手之节在一格间，地狱不大，此身不小，遍满如此大地狱中，此等罪人堕此地狱，经历八万四千大劫，此泥离灭，复入东方十八格中，如前受苦。此阿鼻狱，南翼十八格，西翼十八格，北翼十八格，谤方等经，具忤逆罪，破坏贤圣，断诸善根，如此罪人，具重罪者，身满阿鼻狱，四肢覆满十八格中。此阿鼻狱，但烧如此狱种众生，劫狱尽时，东门即开，见东门外清泉流水，花果林树，一切具现，是诸罪人从下格见，烟火暂歇，从下格起，婉转复行，绿身上走，到上格中，手攀刀轮，时虚空中遇热铁丸，走去东门，既至门捆，玉足罗刹手捉铁叉，逆刺其眼，铜狗孽心闷绝而死，死已复生，见南门开，如前不易，如是西门北门亦皆如此，如此时间经历半劫，阿鼻欲死，复生寒冰狱中，寒冰欲死，身黑暗处，八千万岁目无所见，受大重生，婉转复行，诸情暗色无所解之，百千胡狼牵扯食之，命中之后身畜生中，五千万岁受鸟兽行，如是罪弊还生人中，龙盲阴哑借赖庸居，贫穷下贱一切诸衰，以自庄严，受此践行经五百生，后复还生恶鬼道中，恶鬼道中遇善之事，诸大菩萨何则其言，汝于前生无量世时作无限罪，诽谤不信，堕阿鼻狱，受诸苦报不可据说，汝今应当发慈悲心，使诸恶鬼闻是于已，称南无佛，成佛恩力，寻及命中，生四天处，生彼天矣，悔过自责，发菩提心，诸佛心光，不舍是等，摄受是辈，慈哀是等，如罗诃罗，教蔽地狱，如爱眼目。佛告大王，欲知佛心光明所照，常照如此无间无救诸苦众生，佛心所缘，常缘此等极恶众生，以佛心力自庄严故，过算数劫，令彼二人发菩提心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罗侯罗尊者，密行第一，境界威仪。罗侯罗尊者贵为佛陀之子，
也是僧团中第一位沙弥。小时候调皮，但经过佛陀的开示劝导，性格越发稳重沉静，修忍辱持境界。佛陀曾赞罗侯罗为密行第一，于三千威仪八万细行都能了知奉行。一心顶礼尊者罗侯罗，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，并学习尊者持身端正持戒静心，珍重看待戒律，并如法受持，见离生死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生命电视台。